首先呢，我们大家呢感恩刘吉兰老居士他的全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道场，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缘，使我们大家在这里呢共同探讨我们净土宗同修啊这个了生死的一个机缘。那么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共同的在一起学习佛法，那么我们大家呢对刘吉兰居士全家感恩。阿弥陀佛。那么第二点呢，要给大家呢讲一下这一次我们在这里呢共同学习佛法的缘起。告诉大家，我这一次被这个我们南通的众居士请过来和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佛法，我心里真的很感动。那么坐在这里呢讲，说实话心里边呢非常的诚惶诚恐。因为什么？因为南通啊是我的老师在的地方。那么来这里给大家一起这个学习这个助念的问题，如果说能够在这里边讲啊，心里边真的很不安。那么有什么嫌疑呢？我自己感觉有这个卢班门前耍大斧的感觉。因为确确实实啊告诉大家，那么我91年学佛，进佛门以后看到一个事实真相，在我们当地有很多居士啊学佛学了很多年，最后临终的时候走得非常不好。当时呢就发心，那么第一个要搞养老院，第二个呢要做这个临终关怀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是我们佛教讲叫助念，帮助这些老居士那么临终的时候呢能够走好。愿发了，可是究竟怎么搞呢不知道。整整十年啊，整整十年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什么呢？对助念呢一无所知。那么到2002年机缘成熟了，我们上海王小玲居士给我们打电话介绍，说南通市啊有两个大德居士，一位呢就是顾家军居士，还有一位呢就是陆颖聘居士。这两个居士啊在南通搞助念搞得非常好。那么在当时呢，陆家军居士和这个陆颖聘老师啊两位老师啊在南通在我们江苏啊搞助念已经很有名气啊，助念的方法非常好。那么上海的王小玲居士呢就推荐让我们到南通来参学。那么首先呢我到了上海见到了王小玲居士，王小玲居士呢就把我推荐来见陆家军，然后顾家军的顾家军居士。那么
顾老师，我首先呢，第一天呢，从上海过来，到了顾老师的家。到家以后呢，到了家以后呢，顾老师呢，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呢，当时呢，顾老师一个人在家嘛，给我做饭。那么我呢，求法心切嘛，当时一边吃饭，一边呢就请法。那么顾老师很慈悲，我讲了很多很多。那么当天晚上啊，顾老师呢就带我去到这个普贤寺去见了这个陆云聘陆老师。那么当晚呢，在普贤寺和陆云聘陆老师呢，我们在一起交流。那么这两位老师很慈悲啊，教了我很多东西。那么最重要一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我们河南的助念发展很快，每次我出去给别人讲助念的时候，第一项内容就是感恩老师。那么缘起都讲南通市的顾家军老师和陆云平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慈悲，就没有今天我们河南的助念发展现在这个状况。那么我们当时在2002年的时候，和顾老师、陆老师那里学到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学的是发心。这个发心两个字啊，非常非常重要。不但这两个字我们能够学会、听懂，能够掌握住以后，我们能把这个助念工作搞好。重要的是我们在家的同修啊，学这个净宗学人呐、啊，我们要知道，也是我们净土宗的宗旨。如果我们真正的把发心这两个字能够搞懂，真正的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告诉大家，我们今生念佛成佛没有问题。那么很多同修念佛念了很多年，学佛呀也蛮像样子，可是呢，在临终的时候啊，说实话，不管在家出家的，我们见过很多走得不好。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净土宗经典里面讲的，我们的菩提心没发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发心的内容，发什么心？发圆满的菩提心。这个对我们修学今生了生死有很大的作用。那么对我们一个助念团的成员，把我们这个助念的工作搞好，能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们修学在今生不能了生死，究其原因是菩提心没发起来。那么我们助念工作搞得不怎么好，也是发心，心发的不圆满。那么当时我在南通的时候，2002年，那么顾家军老师啊、陆云聘老师啊，他们两个老师啊，没有教我，说讲实话啊，他们并没有教我助念里边什么程序啊，在这个助念里边要注意什么事项啊，这些东西教的很少。他们教我呢，就教的发心。当时我记得很清楚，2002年的时候，我第一眼见到顾家军老师啊，他那么年轻，当时他孩子大概上小学3年级，可是他因为助念呢，把他的工作丢掉了。当时我听到一句话，他讲啊，众生的法身慧命高于我个人的一切，工作丢掉
不算什么。那工作丢掉以后呢，他依然的忘我的为大众服务。后来呢，他的家属向顾老师发难，那么当时也对佛菩萨对他考验嘛，那么顾老师真的舍弃了一切，真正的做到了大菩萨的行为，他把整个家庭彻底的放下，整个个人的利益全部放下，那么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一句话，这一句话在我们河南现在叫得很响，这句话就是从郭老师那里边学的，众生的法身慧命高于我个人的一切。个人的利益算得了什么？那么陆老师呢，我在陆老师那里边，陆老师教过我的也是发心啊，也是发心，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到现在呢记忆犹新。那么他讲，他到现场以后，到助念现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看到了一个肺癌的病人在奄奄一息啊，快要断气了。那么我们的陆老师到现场以后呢，跪在了床前，那么他的手轻轻抚摸，轻轻地抚摸这个将要啊了，将要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的这个居士的手，用心灵给他沟通，劝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身上很痛苦。那么陆老师呢就用智慧告诉他啊，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能够拯救你的灵魂，而且呢使你现前呢减少很多痛苦，最终呢建议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居士呢听到以后很感动，那么陆老师呢就讲，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臂，和他讲，你现在和我一起念佛，祈求阿弥陀佛加持你。那个居士呢就跟随陆老师一起念佛，念了一会儿呢，陆老师就问他，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痛苦减少了很多？这个居士呢真的感到当时身上的病痛好了许多许多。那么正在这时候呢，这个居士呢由于得的是肺癌嘛，他卡出来一口带血的痰，由于在临终的时候他没有力气把这口痰吐出来，我们的陆老师呢就下手嘛，就一只手托在这个居士的下巴下边，另外一只手呢就伸到他的嘴里边，把这一口痰呢抠出来放在自己的手里边。因为他自己这种忘我的行为感动了这个临终的病人，那么他的行为啊是他的子女和儿女啊，他的所有的亲属啊不愿意干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嫌脏嘛，怕传染嘛。但是我们的陆老师把自己全部忘去了，那么他敢做。那么他当时给我讲为什么这样做，他就讲啊，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外边的人，你这个和这个当事人，你跟他讲你要放下一切好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会听你的话。那么这时候你用一种忘我的行为，你能够感动他，那么这个时候你劝他给他讲开示，他绝
决定会啊，随着你这个开示语言，随着你的行为跟着走。你让他念佛，他一定念佛；你让他发愿，他一定发愿。那么我们佛教的专用术语叫什么？叫摄受力，能够摄受住他。说我们当时呢，我听了这几个故事以后，我当时讲就在南通，就仅仅听的都是这些故事，说我才知道如何搞助念啊，如何发心呢、啊？回到开封以后，我没有和别人讲助念的方法是什么。那么很多人就去问我，说程居士啊，你到南通见老师学的什么？我就告诉大家，发心。我给老师那儿学的发心，说我把这些故事带回河南，带到河南省以后，河南省所有的居士在这么多年的助念当中非常受用。大家呢，一直到现在，我们河南的居士，所有的居士都知道南通有个顾老师，有个陆老师。我们所有的居士没有见过这位尊敬的老师。那么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呢，啊，昨天我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居士都委托我，啊，委托我到南通以后，代替河南所有的众居士向两位老师感恩。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这次来的缘起。那么下面呢，就抱着非常恭敬的感恩心。那么第一要报答顾老师、陆老师，第二呢，这一次来啊，我还带领我们带我们河南的众居士感恩我们南通市所有的佛弟子和南通市所有的人民，感恩大家，阿弥陀佛。那把大家坐。那么我们就以一种感恩的心，把我们近几年我们河南省众居士们在一起共同发心的啊，搞的助念工作呢，给我们南通的人民、南通的居士做一个汇报啊。我们的学，我们这个助念呢是在南通学的。那么今天呢回来向南通的这个居士、向老师做一下汇报，请顾老师、陆老师和我们所有的大德居士呢给我们做一下指导。那么这么多年呢，助念呢，我心里很感激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方法。说实话，我现在学佛啊，也算是福报比较大了，学佛将近18年。那么前面学佛学了十年呢，说实话没有任何进步。我的缘分非常好啊，我刚刚入佛门的时候，那么在大祥国寺，开封大祥国寺拜了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啊，在我们河南省也算得上一位高僧。他老人家呢，在相国寺讲经说法。那么我学佛初期确实很受用。那么后来呢，有幸接触到我们净空老法师讲的《无量寿经》。那么我们和居士们一起呢，认真的听净空法师讲的《无量寿经》。
受用非常大。那我很多年一直呢潜心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祈求今生呢能够了生死，出六道轮回啊。可是呢学了很多年，越学感觉呢这里边的道理非常的深，越学越感到自己的业障非常的重，越学呢感觉着佛法太高深了，摸不到边，究竟今生能不能了生死，很迷茫。那么2002年以后，我从南通回去，很快的就在开封市组建起来了助念团，佛菩萨加持嘛，大家对我很尊敬，那么推荐我作为开封市助念团的团长，带领大家助念。在以后的助念工作当中，这个进行的非常的顺利，送走了很多很多的菩萨。在我们助念的工作当中啊，我们确确实实得到了受用。那么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慈菩萨在一个开示里边给我们讲，如果你这一生当中啊，你能够送走两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功德超过你一生一世的修行。那么净空老法师告诉我们，如果你这一生当中你能送走5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往生。所以我当时呢，我看到这两段开示以后呢，说实话非常欢喜，我们就努力去做嘛。说实话，我们努力去做这个助念啊，也是一个贪心。贪什么？贪到说功德嘛。大慈菩萨讲了，不会讲假话啊，不会打妄语啊。那么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用这一生的时间去修学，这个功德呀，没有送两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的。那么说我们修学，我们念佛念了一生一世，能不能往生啊，它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嘛，宝积经里面讲，末法时代1亿人修行，1亿人得道，念佛人多往生的少，这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事实真相。确确实实我们见到很多老居士念佛念了一生，走的时候非常困难。那么轮到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真的我们不知道。那么好了，现在净空法师告诉我们呢，你如果能送走5个人往生，你决定能够往生，这样就很保险了。那么我们努力去做嘛，去送往生嘛。说很多人，我们的居士啊，很多很多人都是在这种前提下，大家发心去搞助念的。说我们搞了很多年以后，真的才知道，菩萨和我们尊敬的老法师讲的真实意义不在字面上，我们理解了。那么这个真实的意义啊，在这里边，我们在今天在河南到处给大家讲，是大家都明白了。
那么老法师讲送五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往生，老法师没有讲讲没有答妄语。但是呢，我告诉我们河南的居士，现在我们送走几百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现在就是常居士能不能往生，我们河南助念团所有的成员能不能往生，大家给我讲一句实话，我们自己助念团的成员自己告诉自己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不能往生。那么为什么呢？给大家讲，就包括我，其实如果今天我的寿命终尽，我依然不能往生，那么是不是净空老法师讲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不对，老法师没讲错。那么老法师讲的和佛经上讲的一样，意在言外，就我们很多人读佛经啊，听开示啊，为什么不得受用？原因是我们听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啊，望闻生意，望听到这个，按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我们听法师讲开示讲嘛，讲得很清楚嘛，望闻生意，三世佛缘呐。我现在这样讲大家听懂了吗？听得懂啊，听得懂哈，我就尽量的慢一点啊，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太标准。望闻生意，三世佛缘，告诉大家，我们通过助念才真正了解净空老法师讲的意义非常深刻。那么他讲送走五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在这一生能够往生，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送走我们自己身上的贪嗔痴慢，从彻底的给他送走了。那这五欲六尘里边的贪嗔痴慢疑，那么把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彻底给他送走了，送往生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我们可不是那个送往生那个数字啊，我们去送什么张居士啊、李居士，不是送那个。那么他往生与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身上的习气毛病很多。那么大家听经应该明白，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么我们身上的贪嗔痴慢这些毛病特别的多，那么既然特别多，我们称不上善人，我们既然不是善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我没有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和这些大菩萨相处嘛，因为我们不是善人嘛。那么既然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不是善人，那不能往生，那么多么清楚吗？是吧？那么为什么说又提上助念呢？又在助念的当中，每一位菩萨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他的身上，在临终的时候能表现出来一种习气。哪一种习气呢？佛经上讲啊，我们最后临终受报的时候两种牵引，第一种随业，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一生一世造的最重的一种业，是这个受这个业力的牵引去受报。那个最重的业受报到哪里去呢？佛经上讲得很清楚，贪心做恶鬼，嗔恨心下地狱，愚痴转畜生，五戒修行圆满转生为人，十善修行圆满上天堂。
那么一心不乱，身心清净，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都有因都有果。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造的什么业，最后受什么报，这叫随业。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嘛，一心念佛嘛，一心念佛断烦恼嘛，断习气嘛，对吧？最后达到身心清净，一心不乱，那么临终一念十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随业。那么第二个呢，随念，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很多人一生当中造善业，造清净业，可是在临终的时候呢，不是随业受报，那么随念受报，这个很可怜。那么随什么念呢？在临终的断气的刹那之间，断气的刹那之间，突然的一个念头起来，这个念头起来以后呢，会障蔽住他的功德，障蔽他的善根，那么随着这个念头去受报，这个很可怜。我给大家讲嘛，很多人一生念佛，昨天在这儿我们有的居士也给我讲啊，我现在放不下没关系啊，我想在临终的时候，哎呀，那么儿女啊夫妻啊通通没用了，财产也没用了，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啊，我就会习起正念了，一心念佛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平时要学放下，我们熏习啊？那么《阿弥陀经》四十八愿里边佛讲嘛，临终的时候真能你发菩提心吗？那么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么为什么我们平时打一个佛七打一个佛七，平时一天要你要每天要念佛听经，要这个念经呢？这就要我们长期熏习，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一切恶念不让它现前。这就是我们平时养一个好习惯。那么可是呢，很多人由于这个受多生多世这种习性的牵引，这个一定要注意。佛经上有，我们大家知道吗？我们今生要了生死，那么一定要断烦恼。唯有我们净土宗嘛，不用断烦恼。那么虽然不断烦恼，但是最少最少这个烦恼你要扶住它，不让它起现行。说我们今生要是说念佛把我们的烦恼彻底断尽，不是我们凡夫做的事情，我们真的做不到。但是我们净土宗特别殊胜，可以说扶住烦恼就可以往生。那么我们大家可想而知啊，这个烦恼断烦恼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虽然不容易，佛经上告诉我们烦恼好断，实际上佛是方便讲啊不要曲解，他讲烦恼好断，习性难改。那么这就是说给我们做一个比喻，习性，我们这个多生多劫养成的一种坏的习性，这个习性啊比这个烦恼还难断。所以我们往往受这个习性的牵引。那么大家都知道吗？啊，大家学佛这么多年都知道，儿女是冤亲债主，大家都清楚。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无缘不聚。儿女是债主，有逃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大家都清楚。可是呢，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哎呀，儿子一笑，儿子孝顺啊，孝子，女儿孝顺，欢喜的不得了啊，到处宣扬，哎呀，我的儿子很孝顺呐，啊，我的孙子很听话呀，啊，很聪明啊，你生欢喜心，错了。
你知道啊，儿女是冤亲债主，有逃债有还债，他孝顺你他是来还债的，天经地应该，没有什么欢喜的嘛。儿子回到家以后，媳妇儿子媳妇女儿不孝顺，甚至来讲呢，那么打爹啊骂娘啊，这些儿子也有，甚至把家里边父母的钱呢都拿出去赌博啊，啊，把家里边搞得倾家荡产，这样的儿子我们叫败家子。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很生气，又错，这个儿子是来讨债的吗？啊，这儿子来讨债的吗？那么既然来讨债，那么孝顺的儿子不要生欢喜心，他孝顺你是还债应该，不孝顺的儿子败家子不要生烦恼，他来讨债你应该高高兴兴的还。说我们在一起学佛的时候，我经常告诉我们的居士，一定要清楚我和我的儿子他们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那么什么关系呢？告诉大家，要么你是黄世仁，你的儿子是杨白劳，那么杨白劳欠着黄世仁的债，就这个关系。要么呢，你的儿子是黄世仁，你是杨白劳，他来讨债，就这个关系。可是往往呢，我们放不下，在家庭里面呢，对儿女啊，对儿女放不下，对孙子放不下。这个平时说可以告诉大家讲，这就是多生多劫养出来的一个养起的一个坏的毛病，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气。它在什么时候起作用呢？它在你临终的时候起作用。不要看你一生的修学，用一生一世的时间修学，甚至来讲很多很多人很虔诚啊，每天念佛能念十万声，可是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突然的想起了儿子，想起了孙子，放不下。那么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就随着这个念堕入恶鬼道，这个我们见过的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一次呢，我想呢，就通过我们河南助念的实力，把我们修学当中所要注意的问题，今用七天的时间分段的给大家介绍，很受用的。那么这里边分几个大部分呢？第一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冤亲债主，这个要注意。那么我们在修学当中，乃至在临终当中啊，影响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障碍就是冤亲债主。所以我们通过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后，我们大家要提起注意。那么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要注意，要因果关系嘛，平时一定要注意，不要造恶因，不要伤害众生。如果你伤害众生，在临终的时候他一定会障碍你。那么不要看很小很小，就像啊，我们平时啊不太注意，我们杀生吃肉嘛，鸡鸭狗啊牛羊这些动物，乃至于说啊我们伤害这些苍蝇啊蚊子啊啊蟑螂啊这些小动物，那么你伤害它，
他到你临终的时候，他们就会障碍你。你看我们很多人死了以后，断气以后，尸体往那儿一躺，那么如果是一个非常清静的人，不着苍蝇。如果说杀生，你这个人的杀生习气很重，你平时很讲究嘛，我们讲世间法讲叫洁癖啊，平时很卫生啊，啊，你看见这个苍蝇啊、老鼠啊、蚊子啊，你心里很厌恶他们，那么甚至来讲不择手段，你就伤害他们，你把这些苍蝇蚊子全部杀死好了，你不是很干净吗？到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尸体向那儿一往那儿一躺，不知道就从哪里边飞来很多很多苍蝇，赶也赶不走。大家知道啊，临终的时候那些苍蝇啊虽然很小，可是说临终的时候佛经上讲人经历死亡这个痛苦非常大，那就像活牛整个活的牛剥皮一样，非常痛苦。那么一个苍蝇飞到你身上以后，就一个苍蝇它在身上爬动，会造成你极大的伤害，会使你生嗔恨心，那么嗔恨心一起直接堕地狱。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伤害苍蝇嘛，它要来害你，它决定来报复。还有那些看不到的众生，你伤害的猪啊、牛啊、羊啊、狗啊、鸡啊、鸭啊、鸭子啊啊等等这些动物，如果它死了以后你用刀子伤害它，它死，那么它变成鬼，它变成鬼以后它的阴魂不散，它就一直跟在你左右。那么现在虽然不找你的事情吗，当你临终的时候，往生的重要的关头它会障碍你。这个关系，这个说我们每一个人说修学不能往生啊，这个临终以后遇到障碍失去正念呢、啊、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他念佛一生他知道明理，但临终的时候不念佛了，为什么我不念佛了？他自己不当家吗？这些冤亲债主障碍住他，使他失去正念了。那么这些没关系啊，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助念团的成员在现场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助念这么多年，到现场以后发现这个居士失去正念了，不念佛，我们就给他的冤亲债主功力牌位啊，功力牌位。那立了牌位以后呢，我们大家呢就代替这个往生的居士呢向这个冤亲债主请罪，代替他，代替这个居士忏悔。那么我们所有参加助念的居士呢，大家轮流在这个牌位前呢向冤亲债主顶礼谢罪，大家用真诚心啊，用真诚心让这个冤亲债主呢发慈悲心，不要障碍我们往生的居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二一点呢，我们在现场呢劝解啊，调解他们之间的恩怨。那么我们大家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那么也使这些冤亲债主能够明理啊，明理，明理以后呢皈依佛门，好好念佛，不要障碍我们的居士往生。当我们把这些道理给他讲清楚以后，一般的这些冤亲债主都能够放下啊，都能够放下。那么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实例啊，讲一些实例。那么还有一些是我们助念团的成员啊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些众生啊，我们这个居士啊啊，大家不要误解啊，一般的来讲在这一生当中啊造的杀业很重，造的罪业很重，我们助念团的成员呢在现场呢都能够给他调解，都能调解开。
所以说我们打交道这么多年呢，给大家讲，我现在不害怕鬼，我现在对鬼道众生啊蛮欢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呢，每一次助念的时候，凡是这些冤魂、这些野鬼、这些冤亲债主，凡是在鬼道的冤亲债主，在伤害、在现场障碍我们的居士往生，那么我们就在现场做调解，没有一个调解不开的，全部都能调解开。最后使这个居士能够顺利往生。可是说呢，有我们办不到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我们居士现世身边的冤亲债主，也就是人间的冤亲债主，这个我们感到无能为力，是障碍我们很多居士往生。那么这是两块冤亲债主，这是今天讲啊，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平时要结缘，不要到往生的时候。往生的时候你有两个冤亲债主啊，一个是人间的冤亲债主，一个是鬼道冤亲债主。这两块如果障碍住你，你不管你怎么样修学，你决定不能往生。这是说我们要讲的一大块。第二块呢，我想呢，把我们这么多年助念当中啊，我们在这个助念活动当中呢，我们感悟到的啊，这个助念当中的，要我们助念人员要如何发心，在助念这个活动当中应该注意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如这样来说呢，我们助念工作啊，把这个助念做得更好啊，如何做使我们助念工作做得更好。第四个、第三块呢，就是我们通过助念以后，使我们居士们如何的在这里边悟道，菩萨如何教我们修学。那么把这个助念工作当中呢所遇到的问题呢，提醒我们自己用在日常的修行当中。那么也就是说，如何的使我们自己更好的断恶修善，修我们的清净心。那么刚才讲了，我们决定不能把这个助念呢单独的讲作为这一种超度的服饰去做。我们要知道，每个人求我们去助念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把这个关系调过来。我们决定不是给这个居士去助念啊，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位菩萨。我们这个助念活动啊，不是和他助念，是给我们自己助念，一定要清楚，不是要给我们自己助念。就刚才讲的助念什么呢？就是送我们自己身上的贪嗔痴慢疑。那么这个居士在现场表演出来的现象，通通是我们自己身上有的，他在度我们啊，他在度我们，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那么好，我们现在讲着说着哈，这两天的话呢，先不提问题，因为提问题以后肯定有可能我的思路会打乱，因为我没有任何稿子，我随心所欲啊，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但是说我要有思路。这两天呢基本上不提问题，因为我们在这儿待七天嘛，那么后边呢会腾出来一定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一起交流，好不好啊？那么好，现在就接着讲实质性的问题。在这一生当中啊，
我们大家了生死，成佛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愿望。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为了今生了生死，我们大家不会跑这么远下着雨来听吧。我们也平时也不会去念佛，也不会去听经。我们修学就是为了今生了生死嘛。那么现在就告诉大家，真的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呢，从冤亲债主开始讲。我有一个师兄，我讲这个师兄啊，是我们真的是同门师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吗？我的师父刚入佛门的时候，我在开封大相国寺拜了一位师父，上心下印老法师。那么他老人家97岁往生，他一直呢讲经说法，严持戒律，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那么我有一个师兄呢，是同门师兄，也在西印法师啊座下学佛。那么另外一个意义呢，我们两个呢还是同门师兄，都是净空法师的弟子。那么我们这位师兄啊，比我修学的功夫高深得多。他听了净空法师讲经以后，那么真正做到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当生了生脱死，发大心发大愿。那么他最后呢，在开封呢修学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什么境界呢？就是我们净土宗常讲的，他能够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他能达到这种境界。他真正的能够放下自我，那么愿力特别强。给大家做一下这个信心啊，说一下个事情，做一个信心，是不是真的功夫成片？我们这个师兄啊是一个女居士，比我年龄大。那么她呢，在1995年患上了乳腺癌。这个乳腺癌发现的时候呢，晚期已经扩散了，扩散到心、肝、脾、肾，整个五脏六腑都是癌细胞，而且乳腺上最大的一个癌细胞都非常大。当时呢，他因为一直每天在家里面很念佛念无量寿经嘛，修行啊，他很少出来。虽然身上感到非常不舒服嘛，他把自己这个身体也抛下了，没有不管了，也不去看病。后来到什么时候呢？这个左侧这个胳膊嘛抬不起来，疼得很。最后他的儿子就告诉他，他妈妈你学佛啊，没有病也要看啊，我给你找一个专家，我们到医院检查一下好不好。那么他恒顺众生嘛，就跟着儿子到医院检查。通过一检查以后，医生告诉他儿子癌症晚期，已经没有希望了，估计呢大概也就是3个月的寿命。他的儿子听到以后非常非常的害怕，当时那个表情啊很恐惧。我们知道学佛人很有智慧的，他就问他儿子，他说儿子啊，我得的什么病啊？
儿子说：“医生讲啊，没什么事啊。”头等生说：“你那么，这个肺部不好啊，是吧？医生讲啊，专家讲啊，要住医院里面观察一下，有必要的话呢，啊，做一个小手术，啊，做一个小手术，做一个肺部整理。”他说：“没有事的，啊，大家都知道肺部切除三分之二，人都死不了的嘛，是吧？你的肺上稍微有一点小毛病。”我们的知，我们这个居士呢，我这个师兄呢，就告诉他儿子，说你不要瞒我啊，你知道我妈妈学佛啊，很有智慧的，我通过你的面部表情我看出来，说我的病非常非常的严重，是吧？我学佛人呢不怕死啊，你告诉我实情我配合，你如果不告诉我实情，我现在回家我不会看病。儿子一看瞒不住妈妈嘛，儿子就跟他讲，说妈妈你得的是癌症，已经晚期了。那么医生讲啊，很有可能你就三个月的寿命。但是呢，他我们认识这个专家嘛，他讲要给你做一次手术，看是不是能把这个癌，所有的癌细胞能够切除掉，可能有一线希望。啊，要不的话呢，你的寿命不会超过三个月。当时我们这个师兄呢，就笑着告诉他儿子。他说：“你妈妈一直念佛啊，为的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我寿命终尽了，还有三个月寿命，很好，好事情嘛。阿弥陀佛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可害怕的嘛？在一个意义上讲，是吧？如果说真的我寿命不该终尽，说医生啊决定不治我的病，说阿弥陀佛无上大医王，是吧？阿弥陀佛会治我的病吗？”他告诉儿子，儿子啊，他不要相信医生嘛，他我们回家好了。他这样告诉儿子，他儿子呢就当时就在这个医院的院子里面嘛，就跪在他妈妈面前，跪在地上说，妈妈，您如果不住院的话，将来他我们家里边叔叔啊姑姑啊朋友啊怎么样说你的儿子？那么妈妈有病就没有给妈妈看过病吗？人家说你儿子不孝顺吗？那么您虽然信佛，那么最后你死了你走了，那么整个社会上都讲你儿子不孝顺，你先往你让你儿子落个不孝顺的恶名啊。他是想这个道理讲得很有道理啊。妈妈一听啊，是，说你说怎么办？住院，那你应该住院。那么我们的居士就讲啊，好啊，那么儿子啊，让我住院我可以同意啊，但是作为这个交换的条件，那我住院你要回家把我的佛像香炉啊请过来。儿子同意啊，儿子同意。那么办住院手续，儿媳妇就到家里边把佛像香炉请过来。我们的居士啊，住院以后，病床上双腿一盘，就坐那儿念阿弥陀佛，啊，做阿弥陀佛，念了三天三夜，啊，连续念了三天三夜阿弥陀佛。那么到第四天上午，专家到现场说，准备再拍一个片子，啊，拍一个片子，准备做手术。那么拍片子以后呢，当时这个专家就吃惊嘛，三天以前拍那个片子，浑身都是癌细胞，那么乳腺上的癌细胞非常大，那么三天以后呢，身上很多小的癌细胞没了。乳腺上的癌细胞，很大的癌细胞变得很小很小的，真的这个力量不可思议。所以说当时这个专家很吃惊很吃惊的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我的师兄呢就告诉他的儿子，说儿子啊，我告诉过你医生不治病，阿弥陀佛治病，你现在相信了吗？
他儿子讲，他说我相信了妈妈。好啊，你要真的相信，你办出院手续，我们回家。他儿子很无奈啊，啊，我们马上给你办出院手续，出家，回家，不住院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居士，我们这个师兄就讲，我决定不会去手术的，也不会去做化疗。那么就求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居士回到家以后呢，没有把自己身上的癌细胞作为一回事情，那么每天依然念佛、拜佛、念经。那么该出去呢，我们师兄，我们那儿有法会啊，打夫妻啊，该走就走。那么他自己呢也吃药啊，也吃一点点药。他把自己身上这个癌症呢，他做怎么样看呢，他说就像自己得了感冒一样，不重视他嘛。那么医生就吃药，那么一天三次吃药，他有时候想起来呢吃一次两次啊，有时候想不起来呢一天一次两次都不吃，没有把吃药这回事当回事。但我们这个居士呢，活到2003年，从95年又活了8年，没有看过病。他真的念佛功夫很好的，大家鼓掌了啊！下边说了以后，大家就不鼓掌了。就我这个师兄没有往生，走得非常非常的惨。